请上车的乘客往车厢中部走。广州专业皮肤病专科提醒您，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Business Zone 停车位。番禺广场 The destination on the street 番禺 Square 下一站广州塔海藻王江塔。 The next station is 江塔塔，换乘 APM 线 ，Always APM 线 ，APG APM， 去往广州台、台中的一些路线，广州电视台乘客请注意。列车即将到达广州塔站，请系紧出门口乘客之间的安全带。